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不一样的波士顿龙虾。波士顿龙虾大家都吃过，但是干锅波士顿龙虾你们见过吗？据说那个龙虾有这么长，足足活了100年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瞧一瞧，走。就是这一家。有姓陈。你好，这边过来。好的。哇，这个龙虾好大呀，可以捞出来看一下吗？哇，可以抱一下吗？这俩鱼啥饿过啥呢？妈呀，这也太大了，帮我拍张照。属实是有点大。我们这里你看还有8-9斤的椰子罗纳、帝王蟹。对，他们店里面好多鱼啊。是的，我们是一家以海钓为主题的餐厅。哇，今天的包间这么大的吗？这吃完又能在里面跑一圈啊。每次都不见你跑。你好，女士，欢迎光临吃海鲜。哦，好的。你要吃点什么？你们这有什么特色吗？特色吗？啊，厨师是我们的特色。厨师是你们特色？不会是特别色？他不仅长得帅，而且他在北京一家很出名的日料店，给像吴京、宋丹丹这些都做过日料。他单身吗？漂亮的，你是男朋友吗？这乐的眼睛都给笑没了。男士不缺，但是也可以备一个。你才是特色吧。那这样吧，就是我刚一见钟情的那个大龙虾，然后你随便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菜，要让那个很帅的厨师帮我做。好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对，就点它了。哇塞，我再最后抱它一下。今天就吃它啊。这个有多重啊，小姐？这个有15斤。好肥呀、做出来一定很好吃。哇，现在为您上您的第一道菜。这么大，这上面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吗？你要吃我们也不会拦你。今天的主菜的话就是这个吉拉多的生蚝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出不来那个东西。主要是小姐姐说那东西太贵了，先给它挤上去。好嫩啊，感觉我还没吃到味道它就滑下去了。刚刚吃大生蚝都忘记喝小果汁了。哇，这么大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刺身。好，谢谢，快来帮我拍个照。这是金子吗？这个是食用级的金箔纸。朋友们管管吧，他已经开始吃金子了。先来尝尝这个金枪鱼，真的是有金子的。哇，好好吃啊。这个肉是生的，但吃起来有股熟的感觉。这个是帝王鲑。哇，吃起来和三文的口感是一样的，但是它会更加嫩。鹅肝夹着两个苹果，拌着苹果吃，一点都感觉不到腻。最后一块了，吃出了索命的感觉。连酱料都不放过了。刚刚那个刺身真的太嫩了。哇，这个是椒盐皮皮虾。妈呀，这个皮皮虾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有我手臂这么粗。哇，这个黄。被虾子呛到，真的太辣。哪里？你还有什么不吃的？这个壳好好吃啊，满满都是椒盐的味道。哇，太多黄了。虾壳是灵魂。那不是皮皮虾的壳，是皮皮虾的脚。虾壳就吃吧，不干。哇！看来了，波士顿大龙虾。哇，这也太大了。小姐，我肉呢？都在里面了，你慢慢找。小姐姐，你是把我的手当成铁砂掌了吗？好大的蟹钳啊！哇，空的。空的，你好像挺开心的。哇，哇，这个蟹钳也太嫩了吧！集美们，我要开始干饭了。艾瑞巴蒂来刺豆。3, 2, 1, 这好好看啊，一会儿我要打包回家。居然是空的，里面这些都不能吃，来个虾尾。好肥啊，我第一次在龙虾里面有吃出那种脂肪的感觉。你这真是除了铁砂掌，底下满满的全是肉。哇，好烫啊，真的太香了，一口吃下去满满的花椒。今日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。你好小姐，你帮我打包一下吧。好，全部都打包。对，这两个也要。好的，谢谢。哇，我来好吃。